谢谢 Lorong Boys 精彩的演出，悠扬悦耳动听的旋律，突然间我们回到这个校园的一种感觉、哦、对，那我们刚刚看到的就是 Lorong Boys 四位成员他们精湛的演绎好几首组曲，非常感谢他们。那欢迎收看5月15号星期四早安您好，我是俊威。早安，我是琪琪。刚刚为大家表演的就是来自国大杨秀桃音乐学院的学生、包括小提琴手陆凯元还有李格彪，以及呢键盘手沈子阳还有打击乐手林俊阳。是，会不会觉得他们很面熟呢？你很有可能在公共场所呢看过他们的表演哦。是，当他们的这段即兴表演视频被上载到网上之后获得了热烈的回响。即兴表演最大的满足感到底在什么地方？那相对在音乐厅演奏的话又有什么不同的感觉呢？那锁定我们稍后有这个城市大家说，我们听听他们怎么说。不过这个时候呢先来关注今天第一段的新闻内容吧。